大家好，我是千鸟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：蛋革命》帝王陵墓。我丢了烟雾弹没有响，他们还是看到我，我很不科学啊！Je crois que je vais changer d'itinéraire juste pour vous offrir. Oh, the suicide kids on a mission. Paul, derrière toi, mec. Qui tire? Mais de qui? Tant pis, mani man. Mais il faut l'enfermer. Citoyen de grâce. Je ne nuirai jamais à autrui. Je ne battrai même pas un chien qui me mordrait. Oh, de grâce. Ah, toi, ah. Man, bin, tu as, moi, je suis ça, 不是暴力状况吗？对嘛，应该要去参加。我在我的手下可能会输诶，但一只。要跑去哪？要跑去那边对战。疯了疯了！还是因为戳死，有更多的红兵过来帮忙，希望这样可以大幅消减他们的数量。来帮忙的也疯了。剩下两个狂暴的，收获了最后的胜利。那还有两个，不知道会不会过去。哇，连我自己的队友也狂暴了。这次的长枪兵好能干啊！呜呜！这家伙居然不过去！哦，有了有了，被射击了还没有反应，问题是他射不死啊，冲过去啊，超快，那只好我来了，两个死亡转角，带走你们。最后剩下的疯子应该会自灭吧。
C'est l'œuvre du démon. Auriez-vous perdu une Sûrement une morsure de Radego. Mais on va faire ça. Quel mal vous avez. Serait-ce une sorte de jeu? Ah, Tsumir, attends, lui.先把枪兵解决掉，然后应该用狂暴剑。我启动应该会引发大批的上方守卫对我攻击，不过没关系。这一点就算这把近战战开始，应该解决得了。狂暴时间。麦头，我现在你会自取灭亡。咦，所有的绿色都不见，代表我刚才已经不小心扫到了所有的军官。哎，其实我已经杀死了。三个军官，哎，两个军官嘞，那这不就是最后一个了吗？既然最后一个，我们去看他好了，反正不急嘛。我们去看他的最后。咦？被人家看到了。没关系啊，他过来还是要一段时间的。快要加入他们的死亡，我就会赌气好了。You will suffer. After him. 好毒啊！不是这样吧？啊！变成目标了，老张他就逃跑了，在那边看，这样不是要重来？没有，应该是直接逃脱就好。还有几个哨站要歇息啊？这里还有一个要歇息。附近刚好是商店，我可以直接去那边补。这也是刚刚的地方，明明就杀了你们长官，你们还在？应该要消失才对啊，这样才有杀的意义啊，不然那去一样守卫这么多。我做这个任务就只有赚钱，我觉得整个地形上没有改变，有点糟。
Hello, my friend. My friend, how are you?找到我的目标军官。发现可以狂暴的人了。等一下，你是瞄准我吗？会有人？混乱中。哈哈，我已经成为目标的目标，这下不妙。选人选的不好，狂暴对象太弱太弱了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不知不觉中军官已经死掉了。我在那边制造混乱，说不定也行哦。一样是利用两个守卫的，又这么弱，才三星，还是说这一区其实很弱，没有像刚刚那么恐怖。我不需要采取这么缓慢的方式就可以赢得了。敌人星等都不高。哇，这是一场疯狂的大混战，我觉得我要增加同伴。走不走？好吧。
增加，没有办法增加，距离都太远了。咱们再增加这一个好了。哇！我不知道杀谁了。没了、不对，这个时候是我在做什么？这个时候是这个的好机会。看着大家都要走了，还只杀了一个人，我们看你们身上还有没有狂暴之剑。敌人真的比较弱，一发就可以。两个狂暴，这边敌人真的比较弱，因为他没砍中，伤害也没有那么高。可是我还是不想冒险。OK， 击杀完成。
这个奖杯救星。这边是两个谋杀，先解这个好了。好，说不定我可以买比较好一点的这种枪，说不定。果然有可以买比较好的，伤害格挡，这把伤害比较高。战比较厉害，这个是炮比较厉害。收集到每一个神器，那我应该要解锁这个，这个比较有意思。其实我这把也没有说烂到哪里去。完美结合，其实我觉得它的每一把它长得没什么太大的差别。然后这个算是斧头，因为它没有给我那个技能点数了。我们先不换好了，所以其实也没有增强多少。这一把算是一个终极数值的武器。收集到每一个神器，可是我应该都我还没收集到吗？有一些可能在地下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可能会收集不到。目的通常是稳定的原料来源，然而死亡不久后的尸体难以用来制造皮革，品质相当差。死亡过久后的，不容易把皮革延展和湿润。这是那个吧？这个任务啊，之前有一个只杀了他的随从，说不定这一次就是要杀那个吃皮革的家伙。
成网民的肉，剥他们的皮，打折他们的骨头，分成筷子下要下锅，又像釜中的肉。弥迦书三支二至三，这本圣经有署名，至圣杰斯特格下到沃本人。没看完、啊，干扰我。好，地图说不定会告诉我，我还差多少神器。收集到了，收集到了，都收集到了，那不是应该要解开了吗？照说套装。应该解开啦，我收下他的锁帽子嘞，还是不是不一样的？看我还是不是暴徒？依然的暴徒，我明明用这么多枪。哎！好好刺杀所以现在，拿特宝箱也要被盯上，是不是在对面吧？1793年5月14日，终于发现可替这本日志装订的封面。
我这部旷世杰作的封面，只适合用路易十四老因老化而变黑的皮肤。1793年5月15日，圣杰斯特手下的一位专员前来拜访我，他似乎对我的职业相当感兴趣。不过他好像不喜欢在酒馆和我一起用餐，他说吃起来像熟肉，每种的巴黎人需要其表。It is warm to the touch. This book is bound in human skin. I must find the tenor before more die. Thank you for watching. We'll 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